雅各书第一章，门徒当以试炼为喜乐。作上帝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，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要凭着信心求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，也不斥责人的上帝，主就必赐给他。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，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这样的人，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心怀异意的人，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卑微的弟兄升高，就该喜乐；富足的降卑，也该如此。因为他必要过去，如同草上的花一样。太阳出来，热风刮起，草就枯干，花也凋谢，美容就消没了。那富足的人，在他所行的事上，也要这样衰残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，必得生命的冠冕。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人被试探，不可说我是被上帝试探，因为上帝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但各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；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他按自己的旨意，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，好像初熟的果子。要行道，不要单听道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但你们各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上帝的义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，存温柔的心，领受那所栽种的道，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。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道，自己欺哄自己。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见走后，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唯有详细察看
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。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何谓真实的虔诚？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不勒住他的舌头，反欺哄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是虚的。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，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第二章，不要重负轻贫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。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，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，又有一个穷人穿着康庄衣服也进去，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，说：请坐在这好位上。又对那穷人说：你站在那里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。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，用恶意断定人么？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请听，上帝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，叫他们在信上富足，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么？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，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，拉你们到公堂去么？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么？经上记着说，要爱人如己，当遵守全律法。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，才是好的。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，便是犯罪，被律法定为犯法的。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众条。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，也说不可杀人，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，仍是成了犯律法的。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，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。因为那不怜悯人的，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。怜悯原是向审判跨城。信无善行乃是死的。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救他么？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，又缺了日用的饮食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：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愿你们穿得暖，吃得饱，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，就是死的。
必有人说：你有信心，我有行为。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，我便藉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。你信上帝只有一位，你信的不错，鬼魔也信，却是战惊。虚浮的人啊，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么？阿伯拉罕称义是因行为，不是单因信。我们的祖宗阿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，岂不是因行为称义么？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。这就应验经上所说：阿伯拉罕信上帝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他又得称为上帝的朋友。这样看来，人称义是因着行为，不是单因着信。妓女拉合接待侍者，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，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么？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第三章，舌头最难制服。我的弟兄们，不要多人作师傅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，叫他信服，就能调动他的全身。看啊，船只虽然甚大，又被大风吹逼，只用小小的舵，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。这样舌头在百体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啊，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。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百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各类的走兽、飞禽、昆虫、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，也已经被人制服了，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，是不止息的恶物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，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上帝形象被造的人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全员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么？我的弟兄们，无花果树能生橄榄么？葡萄树能结无花果么？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。论从上头来的智慧，
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？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，就不可自夸，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鬼魔的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、温良、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，并且使人和平的，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。第四章，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上帝为敌。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？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？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，也不能得。你们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不求；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上帝为敌么？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上帝为敌了。你们想经上所说是徒然的么？上帝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，是恋爱至于嫉妒么？但他赐更多的恩典，所以经常说，上帝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当抵挡魔鬼，亲近上帝。故此，你们要信服上帝，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你们亲近上帝，上帝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啊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；心怀异意的人啊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你们要受苦、悲哀、哭泣，将喜笑变作悲哀，欢乐变作愁闷，务要在主面前自卑，主就必叫你们升高。不可彼此批评。弟兄们，你们不可彼此批评。人若批评弟兄，论断弟兄，就是批评律法，论断律法。你若论断律法，就不是遵行律法，乃是判断人的。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，只有一位，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。你是谁，竟敢论断别人呢？知道行善不去行的，就是罪。嗨，你们有话说，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，
在那里住一年，作买卖得利，其实明天如何，你们还不知道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小事就不见了。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作这事或作那事。现今你们竟已张狂夸口，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第五章。嗨，你们这些富足人啊，应当哭泣号啕，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。你们的财物坏了，衣服也被虫子咬了，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，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，又要吃你们的肉，如同火烧。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，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，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，这工钱有声音呼叫，并且那收割之人的怨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。你们在世上享美福、好宴乐、当宰杀的日子，竟骄养你们的心。你们定了二人的罪，把他杀害，他也不抵挡你们，忍耐后主。弟兄们啊，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。看啊，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秋雨春雨。你们也当忍耐，坚固你们的心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弟兄们，你们不要彼此埋怨，免得受审判。看啊，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。弟兄们，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，当作能受苦、能忍耐的榜样。那先前忍耐的人，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。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，明显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不可起誓。我的弟兄们，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，不可指着天起誓，也不可指着地起誓，无论何誓都不可起。你们说话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。信心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，他就该祷告；有喜乐的呢，他就该歌颂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。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
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二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他恳切祷告，求不要下雨，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。他又祷告，天就降下雨来，地也生出土产，叫一罪人转回，便遮盖多罪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，有人使他回转，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，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，并且遮盖许多的罪。